三星前排推出不少新手机，其中有很多都是平靓正的选择，好像这部 Galaxy A9， 咪睇佢同其他手机好相似，其实有四个镜头。由上而下呢四个分别是120度超广角镜头，支援两倍变焦的远摄镜头，拥有 F1.7 大光圈的2400万像素主镜头和景深镜头。有咁多镜头，相机功能都非常充足，例如可以即时预览和调校景深，因应不同场景作出优化。甚至手动调校白平衡和曝光值等设定。而且还有很多模式给大家选择，包括美机自拍、玩扩增实景、拍摄慢动作或超慢动作影片。手机本身有 6.3 寸屏幕，采用 Infinity Display 全屏幕设计，具备8核心处理晶片，性价比可以说是极高。